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洪静怡。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高雄市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高雄市多元福利照顾师资团命名为载长昂，透过高雄市社会局媒合到全市38区推动社福方案，带动社区活络发展。志工成员多半是中壮年女性及退休妇女，他们秉持发挥蜜蜂授粉让社区开挖结果的精神。高雄市社会局成立新多元福利师资服务团队，命名为载长昂，以社区巡回服务的方式协助发展照顾，逐渐自立成为在地的成熟力量。这个真的是都就不干单哈，可以选出来，而且这些团队各自有不同的专长，包括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静态动态的一个带动，活动课程的设计，好团康带动唱故事绘本的引导，然后高龄服务的创新的管理，还有一些乐龄健身的指导，还有成人教育、儿童绘本、儿童戏剧等等。三年来共成立15队，透过高市社会局媒合到全市38区推动社福方案，带动社区活络发展。姚局长颁发感谢状及授证，肯定这些志工团队的辛劳。恭请局长替我们颁发感谢状以及与我们合照。辅导团队在我们高雄38区上山下海，真的是深入社区的，带了所有我们默默有机会生根发芽的所有的社区的这些伙伴跟能量，真的让它冒出芽来，甚至有些已经开花结果，甚至有一些不但在我们高雄市已经看到服务的能量。志工成员多半是中壮年女性及退休妇女，很多人本来就是社区志工或是社区干部，充满热心公益情怀。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就是当其他团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互相支援的部分，那也同时也可以互相的交流，就是到底那些老师们做了什么，我们其实也可以跟着应该说是跟着就是学习这样子。那在今年也有多元就业的，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有申请多元就业在我们的社区。那我们有这个载长昂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有社区里面有蛮多人呢有特殊的技能，或者有很好的在其他的领域呢他有好的功夫，那我们把它组织起来，那他们自己大部分都是以社区为基础了哈，那一团一团的爱心志工发挥蜜蜂授粉让社区开花结果的精神，陪伴更多社区需要照顾的人，持续散播爱心种子。社区好新闻，王思武、洪静怡采访报道。高雄市新光高中校长带领全校200多名师生一同刷洗校内厕所，从洗马桶、刷地板，师生分工合作，让厕所恢复干净面貌。校长表示，打扫厕所的过程让学生不怕脏、不怕臭，不仅学会放下身段，也学会了谦卑的态度。午休刚结束，全校师生不在教室，全部来到厕所开始这一堂特别的课程。同学们有的拿着清洁剂朝便斗喷洒，也有人刷洗手台周围，还有人忙着拿水管清洁纱窗。其中这位穿着短裤戴着帽子的就是校长张简熙俊，他以身作则，拿起马桶刷就在厕所内拼命打扫。谦卑感恩清扫厕所的活动，同学充满了喜悦的心，他也跟我们讲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在家里面去做厕所的打扫，但是学校这一次你愿意来跟我们一起来做，同学感受到说，我们如果从学校做好，可以把学校这些的精神的互助合作，彼此的团队带回到家里面来跟家人来分享。不分老师学生一同清扫校内公厕，只见大家全心投入，不论男厕女厕分工合作，将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中也有人是第一次打扫厕所，但脸上看不见抱怨，反而是开心地接受这份特殊的任务。是我第一次扫厕所，现在尿的时候会尿比较准一点，因为自己在刷的时候就觉得fuck， 为什么有人都乱尿。可以全部人一起打扫，增进感情嘛。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平时就是扫厕所的，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扫厕所，其实也算蛮有趣的，然后又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经验这样。老师同学辛苦了。不会。
这一堂课，校长亲自带领师生一起打扫厕所，尽管很快就下课了，不过在同学心里，或许已经懂得放下骄傲，学习谦卑。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第一科大与日月光合办环境教育成果展举行开幕仪式，现场展示楠梓区国中小学的一校一特色，企业展现社会责任，推动永续环境教育专案计划，希望借由企业、学校和社区的三方努力，延续绿色环保的精神。第一科大与日月光合办的环境教育成果展三号上午在国立科工馆举行开幕仪式，活动从翠屏国小阳光的舞蹈揭开序幕，并且安排环境教育成果影片观赏，展现第一科大与日月光深耕环境教育的成果。楠梓区的国中小学与日月光合作，带着三年丰硕成果分享给大家，展现一校一特色，像是教育素材、蝴蝶剪纸等作品，将这些环保意识从小扎根。那从生活之中去告诉小朋友，从生活之中去告诉我们相关的家人跟社会上的这个人士，对于整体我们整个环境教育才能够完整的去做一个认识。集团展现企业社会责任，推动永续环境教育专案实施计划，更加强与地方互动，将环境议题设定为关心重点，透过与楠梓区的国小国中合作，建立绿色永续精神。我们继续的努力啊，让我们能够生生不息，在这个环境教育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能够学得去这些关心我们的周遭，因此我们可以采取行动，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继续的能够在这样的好的环境之下继续茁壮，继续生长。现场不仅有成果记录以及体验活动，制作与众不同的作品，更为学生的学习过程增添色彩，丰富内容让学生都很有收获，对自己生活周遭的环境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且知道去怎么保护它，让它去保持干净。植物也来电，这个是超酷的一个东西，用植物来做时钟，你能想象吗？这个东西用什么阳离子、阴离子来做，真的是很酷。铜片、芯片那些东西，这个课程真的让我学习到很多。成果展从11月3号起为期三天，在地企业、学校及社区连结，整合三方力量，传播环境教育的理念与知识，带动更多企业与民众落实环境教育，也欢迎民众前往科工馆认识体验。社区好新闻，王思武、洪静怡采访报道。高雄市政府为庆祝重阳节，举办2017爱在一起迎法婚送礼赞活动，邀请118对平均年龄79岁的迎法佳偶一起参与。佳偶们盛装出席，牵手走红毯，仿佛回到当年结婚甜蜜的感觉。迎法佳偶穿着白纱及晚礼服，慢慢走进会场。每对都已经结婚50及70年以上，牵着手走着红地毯，让每对银发夫妻好像回到当年结婚的感觉。妈妈们都穿着白纱，再次感受一下，就像白纱的感觉了。2017爱在一起银发婚送礼赞活动1号上午在汉来饭店巨蛋会馆举办，邀请118对平均年龄79岁的银发夫妻一同参与。但在他们身上却丝毫感受不到岁月的痕迹，喜悦的表情及美丽的礼服更衬托出朝气活力。啊，其实吼，长久美满的婚姻，并不是遐尼困难吼，并非遥不可及啦吼。因为咱今仔在场，咱所有这118对，咱的银发家哦，就是咱的最佳见证甲典范，大家讲是不是啊？其中婚龄最长的是来自田寮区的林金定、林珠连娇夫妻，也是这次活动中年纪最长者，婚龄70年为白金婚，但他们一点都不羞涩，大方在大家面前放闪。因为两个家结婚啦，因为我那个困难啦，北京困难啦，我就困难，困难，这头，那那这头。
上要紧啦，上好，上好啦。阿公的吼，是吗？来，阿妈拍拖了。现场洋溢幸福甜蜜的气氛，谢四华夫妻档携手爱相随53年，也与大家分享共度半世纪的幸福时光，让我们非常高兴啊！也永远感谢我老婆一路陪我走过来，我永远爱她。非常感谢她，谢谢，谢谢老公。现场的家偶们牵手走过半世纪，为长长久久做最好的见证，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让银发家偶们一同重拾封尘已久的回忆，也向大家分享夫妻互相扶持的感动。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深耕在地，热爱高雄，社区好新闻，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赞！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赞哦！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高雄市立美术馆现正举办石敬华当代宗教艺术展，他借由自身的医疗过程作为创作灵感，并且用代表生命线的棉线串成精彩的生命故事，带您一块来看看。将一个又一个注射胰岛素后产生的医疗废弃物放入夹链袋中，再用棉线把这些串联成一个开口的念珠，它不仅象征一条生命线，也是艺术家石敬华用他跟糖尿病对抗的历史建构出来的展览动线。所以当我在做医疗的行为，当我在测量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不只是一个医疗的行为，我不是只是要多活一天，这里是有意义的。所以因为这样让我每一天活得比较有点力气啊，那所以我感谢，我很幸运遇到艺术。目前在高美馆展出的石敬华当代宗教艺术展，涵盖他30多年来用宗教精神为内蕴及主轴创作的33件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走铅笔的人》。走铅笔的人哈，1996年开始完成于2015年，整个完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高美馆进行的哈。能够这样的一个透过漫长的时间的一个重复，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又单纯又纯粹，其实那个宗教性就也难浮现。策展人陈红心目前还在法国攻读艺术博士，他表示石敬华的作品是信仰及艺术的完美结合，也代表着石敬华本身的生命历程。艺术家本人他也是一个修行人，他不只是一个艺术家，他同时也是修行人，他所创造的这一类艺术就被我们称之为行之艺术或行者艺术。所以这次展览所呈现就是很特殊的一个在当代艺术里面消失类别。作品当中，瑜伽树是艺术家身体跟树融合为一直线的故事。石敬华当时在国外进修，他每天对着大树静坐，并绑上红线作为记号，越绑越高，也象征经历了四季的变化。高美馆欢迎民众踊跃参观，一起来体会艺术家生命的创作。社区好新闻，林廷阳、王思武采访报道。高雄市一所高职在立委的协助下，与国营企业台糖合作开办产学合作计划，除了提供奖学金给表现优异的学生，还有机会透过甄试直接进入到台糖服务。双方完成签约后，预计从107年度开始招生。在教育局官员及贵宾们的见证下，三信家商校长与台糖副总经理共同完成签约，成为高雄市第一所与国营事业签订产学合作的私立高职。所有贵宾，我们一起比起大拇指，我们一起比个赞好吗？为了保障学生就业机会，三信家商与台糖公司合作开办产学合作班，除了每学期固定提供奖学金外，也提供3个名额，只要通过甄试就能进入台糖服务。我们需要很多的一些优秀青年的专才，那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一块，那所以今天我们跟三信这边呢，特别来
这个积极来推动这种产学合作。立委林岱化是促成这项产学合作的最大推手，他表示学生只要肯学就应该给予机会。这也是在全国产学合作当中第一所的私立高中职跟国营事业的合作，所以它的意义特别的重大。那第二个呢，也借着产学合作来讲，就是我们的课程是百分百的为企业所设计。产学合作不但可以培育企业所需人才，对于学生来说也能增加就业机会。校长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学生当然也很期待。我们透过我们的课程选修，我们课程的进行里面，我们在校三年就会把他需要的人才训练好、培养好，包括品德、礼貌，还有待人处事各方面。之后工作很难找，所以会想要争取到这个机会，虽然名额很少，但是还是会很努力的去争取。我也觉得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因为在现在的工作很难找，那台糖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除了台糖推出产学合作，包括台电、台水等多家国营企业也陆续与高雄在地高中职校推出产学专班。除了希望提供学子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希望借由课程设计培育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高医妇产部最近推出最新的电疗刺激减重法，成功代谢多余的脂肪。这种被动式的减重方式不但适合肥胖女生，对不能过度运动的民众也是一大福音。小时候胖嘟嘟的很可爱，不过长大身材还是一样圆滚滚，似乎就没那么讨喜。不止心血管疾病来报道，甚至连不孕症、胃食道逆流都会找上门。因为我之前胖的时候，我有严重的那个食道逆流的问题，然后就是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作息。别看吴小姐现在一身轻盈模样，本来就是微胖体型的她，又抵抗不了美食的诱惑，体重一度重达82公斤。在专业的医师建议下，尝试这种被动型的电刺激减重法，成功瘦下23公斤。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因为以前我是一直以来都是胖胖的，那以前减的时候，我都不会减到说我想要瘦到的地方，可是我这一次就是真的瘦到我想要瘦的地方，然后都很漂亮这样子。不止吴小姐靠电刺激局部减重的，还有这对母女档。虽然之前都尝试过运动跟直销产品减重，但效果一直不显著，甚至连妇科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幸好高医妇产科提供减重课程，4个月下来体脂下降12%，美丽衣服终于穿得下。当我们借由这个电刺激去做一个肌肉被动式的运动的时候，它会去刺激肌肉里面的脂肪酶的活化，那脂肪酶一活化之后，它就会去分解脂肪，所以是才可以达到局部塑身的一个效果。原来身材的好坏不只靠体重显现，体脂多寡也是呈现美丽曲线的其中关键。透过局部电疗刺激肌肉反复收缩，达到将脂肪代谢的功能，再配合饮食控制及运动三管齐下，自然找回女性自信，也降低疾病的威胁。社区好新闻潘志光、罗少君采访报道。为防范登革热从境外移入，市府卫生局特别准备登革热防疫包，供回乡探亲的新住民朋友索取，希望在出国期间能做好登革热的自我保护。回国5天内主动采血，可以获得250元的礼券；判定为确诊个案，还可以获得2500元的奖金。防疫包是一个漂亮耐用的帆布包，里面有宣导登革热的卫教手册，清楚记载登革热的发烧、倦怠等症状，还有一个防蚊液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防止蚊子叮咬。市民朋友，那一旦要出国去的时候，那可以到我们的卫生所去取得这个防疫包，然后呢，在可能疫情流行的地区呢，就喷在我们的衣物或是皮肤表面，那可以防止被蚊虫也叮咬。为了加强决战境外的防范工作，市府卫生局特别提供防疫包，希望新住民朋友出境前可以到各区卫生所免费索取防疫包。境外比较多的国家，像越南啊、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事实上在登革热的盛行方面，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高峰期。
那不管在乡间或者在城市地区，都容易有导致登革热传播的一个情形。那避免他们把这样的疫情呢，那透过当地的蚊子传播到我们去旅游的一些，不管是新住民也好，或者是家人也好。除了防疫包可以免费索取之外，新住民朋友如果回国之后主动到卫生所采血，以及判定为确诊个案的话，都可以获得礼券和奖金。期间有没有被蚊子咬到啦，或者是说那回国之后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状况啊，在当地或者是回来之后，那除了这些之外呢，那配合采血呢，我们就给予每个人就给予250块的礼券。好，那一旦确认诊断之后，那就加发2500块的一个奖金。目前东南亚国家都列为登革热一级警示区，部分地区也列为兹卡二级警示区，可见当地病媒蚊肆虐情形严重。为了避免境外移入个案引爆本土登革热个案，到东南亚旅游探亲都要做好个人防蚊措施。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力带你一块来关心明天的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11月25号，星期六，农历10月初8，适合嫁娶、订盟、纳采、祭祀；不适合开市、造庙、动土、破土。冲狗煞南方，48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洪静怡，我们下次再会。吼、哦，你敢小憨啦？
个人作业个人担，家己的影片家己看，哼，爱看，不要去下载 VMOD 来看。从海洋阅读生命的波澜，从记忆阅读不朽的匠心，从一种坚定阅读追求初心的感动，从悠久文化阅读高雄在地的韵味。每周三晚间九点，和您一起阅高雄。Estamos, vamos a bailar, ¿verdad?